刷牙的时候很匆忙，不小心挥到了他的牙刷，那牙刷就插进了马桶里。玩游戏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氪金嘛。跟他讲是花了10万，真正花了是30万。这真的很严重，很严重。对，就是呢，因为我非常着迷于水晶矿石类的东西，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看直播买。然后你知道在直播上的时候，那个卖家他会念你的账号的名字，就是你加一加一，他会念出来嘛，就说你有没有得标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后来买到，我都会被他念，他说你不要再买一些石头回家，太多了。然后我就跟那个，我就私讯那个粉丝团后台说，请你们叫我大白。哦，昵称。对，我是大白。你可能有点大。对，就是哦，大白加一，大白加一，这样他就不知道是我，因为我后来真的买到已经超过20万，我买太多了。以为是大白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两位来叫我交换。好了，厉害了，你赶快把那个，现在他听不到，赶快讲出来，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了。对对对。对不起，先道歉，我先道歉。怎么样？是这样的，有一次我很早要出门工作，我已经快要迟到了，所以。我在刷牙的时候很匆忙，不小心挥到了他的牙刷，牙刷，那牙刷就插进了马桶里。对，但是因为我真的太赶着要出门了，我当下直觉就是东西掉了就捡起来就好，然后就放回去。你别洗，你别洗，你出门了，你真的过分哎！我出门了才发现，我就尽量先不要提到这件事情。哇，你们有点厉害。对。我出门才发现，完了我没洗，可是我不敢告诉他，叫他不要用吗？我要被念，对不对？我就先让这件事情缓一缓，让子弹飞一会，等到下班的时候我再买牙刷回家，跟他说，哎，我们今天来换牙刷吧。他还说，哎，怎么那么好？我们那么快要换新的牙刷了。我说这种东西本来就要经常更换的，他已经刷了，装作不是本来就要常常换。那你亲他的时候，被刚刚塞鼻上。那一天晚上，我当然就没有亲他了。哎呀，要分手。我那天在跟我换，还好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。这里面那个死枪很夸张，一直啦啦啦。没事啊，你不要计较，不要计较。等一下，大家刚刚的表情很……哦，那太过分。来，刘子成，他这个人呢，他非常的不喜欢没钱的时候再去领钱，他喜欢一次领好。哎呦。就是可能他这个月的生活费，他就一次领好，然后放在抽屉。这么多。对，然后有一次呢，我就想试试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去数那些钱。所以我就拿了3000块走。我偷了他的钱。他没发现。他没发现。他没数。对啊，怎么会数？3000块，三千块太少。下次再拿多一点看看。他里面是多少钱？他如果total6000。没发现，那他真的是太迟了。里面应该有10万哦。那你拿3000太少了啦。对啊，你少看多少钱？就能蛮大吧。所以我后来，每天都会拿一点。每天拿一点。每天拿一点，那就有了。我这个胆子做一出来。他到现在都还没发现。他蛮好啊，他蛮好啊。对啊。OK， 来交换，来拿下来，蛮好的啦。Love you。哇，搞不清楚，完全没听到是什么。一头戴上啊，太大声了。阿赤，委屈你。又来，每一个都委屈你。怎么样？你有什么话不能让他听到？这个会被他杀掉哎，真的会被他杀掉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平常会玩游戏，然后玩游戏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氪金嘛，打不赢人家就要氪金啊。不氪金就打不赢，所以这个时候花钱我们花的时候，之前我玩一款游戏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就问说，你今天又花多少钱了？然后我就算，哦，没有，今天大概花10000多块而已，然后就累积，那款游戏总共花了，我跟他讲是花了10万，哇，10万啊，对，但是我玩一个游戏啊，真正花的是30万，哇。什么钱这样就莫名其妙不见了，你都不知道。钱没有不见，这是黄金哎。不是，他怎么花的？
哎，三十万就这样走了，你也是一点一点的清楚嘛，不是一点不清楚啊，钱没有不见，它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也是他喜欢的样子。对，是的，还是喜欢，还是没有错，是啊，他爱的，有。为了打游戏，但是他会骂啦。对，后来卖回去啦，卖回去就是卖了十万，所以我等于亏20万吧。哦，那也还好啦。又转化成另外一个，但是我是跟他说我买10万，然后再卖10万，哎，没亏。哦，很棒啊，很棒啊。会算，他说宝贝，我钱都没少哦。真会骗啊，没少哦，真会骗，真会骗，打细算，高高高，哇，好棒哦。很配啦，只能说你们两个很配，绝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好笑？你看播出了，看播出。阿慈不错，阿慈很会理财。对，嗯。